谢谢林老师，还有魏老师。啊，这个今天的各位学员138席，你们就福报来这里学习这个，对将来的人生可以帮助别人，还自己可以自己做。啊，我来简单来讲，我这个跟了老师20年，因为老师他是很慈悲的，啊，是假手腕在对应啊。哦，我现在目前在那个调解会哈，那30年来就是做义工，哦。老师是说是一时间我都不爱对啦，吼，啊，就是真的，我是向我叫我来讲啦，我想要讲啥？西藏的那个地方吼，我出去30几个国家，在西藏的时候就最多了，就了7个人，5000多6000多哦，哦，去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学到初级和中级的时候，那我就我批评讲奇怪，这安尼有法多好，吼，哦，我就走去西藏。啊，出蛮死的，那摄影队我们去啊，吼，啊，我出蛮死，我过来去看看，到底是符合不好？到了西藏的时候，最高层的时候，那个能量很强。七台那个吉普车，哦，我们一台是3个人，7台哦，你们司机发烧了，像个闽南强了，按着他做法好哈，啊，有的看不到啊，接那个女士哈，恶心。哦，啊，嘛是，我咧在调在调，我咧调7个啦吼。我咧想讲，嘿，啊，十几年有好有真好啊，尤其那高山那个起下来的吼，那个磁场哦很强。你知道那个神山吗？知道吗？西藏的神山7000多公尺，啊，我们到6000多公尺哈，我们住在那个7星级的饭店。什么叫7星级？晚上电影的啊，泡泡的那个7星级，哦，晚上啊，那个开水放在那边啊，3000多钱，都没水放满的，哦，那个结果我们是张龙胜，大家都知道吧？以前环保署长啊，一高后面有，一高困住后面一层，可以见证。那个时候我俩讲，嘿，在下后面啊，哦，你说德利多湾80年的那个老店啊，老板肯定知道。一般嘞，阿伯阿卡，五千，我阿做三工，五千拢会拢会行。伊讲奇怪，你们这个怎么？我阿伯阿卡个月在后嘞，为什么你们要做3天就好了？啊，这是实实在在哈，这个见证了，哦，都有去过，都救了很多，哦，些东西，那东西，这个到邦达机场，你们知道邦达机场4800公尺，问多少年了哈？你们有去过邦达机场吗？是大陆最高的机场，大家听下，吃饭哦，我大家一个一个倒去高山镇，啊，结果我按太太我说好，一个一个做，啊，他做完就找电话，啊，一家一家招头。那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4800的时候，那个好期望都没了，氧气都没有，我感觉可能是讲，哎呦，要不要惊伊了嘛？我嘿。那是不是会死掉了哈？我回去我解开捆的时候，我都想要不然也不行啊。结果把那个窗户打开，一时要捞了捞了，啊，结果静坐很久，啊，结果还是啊，哦，安全的回来，哦。所以过那年也是我看见来这个学习高级班，那学习高级班的时候要。你们是学习高级班的时候哈，一年才一次哦。老师是很忙，世界各国都有。那你们要学习的时候，你毕业这个初级、中级毕业以后，你要到各站25个站啊去实习12次。哦，你在那几年当中讲的，我们在国外一样，老师没有给我时间，是一天而已啊，哎，一起而已啊。所以你来我要各站哈去实习，实习的好处是什么呢？实习的话，你得当在说。老师改，我被改，哪个地方头痛啊？腰都的哈，这个对你们，都有好处。阿爸在救人，有的人是全家来，上海卸来了哈。像我全家就8个人同路去，一起去。哎，费用要钱啊，那闹掉的钱，要不我老爷7万的后裔啊。哦，这个是我经历了很多人，那个30几个国家救了很多人，毛巾存了阿东阿的哈，都嘞。那个尊敬的医生哦，我大分去啊！啊，你尊敬你看嘞，我那个
直立那个不是那个冰山吗？一直融化那个地方，那个很冷。结果那个阿德瓦也找好我们买的，我们只有六个台湾人弄融阿德瓦。结果他们一直因为一些地方不好，我喜欢大海啊，规划要叫侬背未见。啊，我想讲好啊，我来个试看卖啊，我讲无法试看卖，该做，不然就还是拢无人谈啊，四十分，五十分来讲，奇怪，拢无人谈了，啊，就四个到外围为了伊啊，做个咩来讲，像我咧，啊，钓着我大海啊，好呀，这无死做个死的吼，结果唔死啦，伊讲我做真钱个咧，规个船仔底啊，都我上把拍手，还照相呢，啊，转到那个女生这。现在好好的宅泡人啊去想哈、哦、这真正的实实在在我为什么我身体自己的毛病二十年前我是心电状态做坏的对啦东西有你的到底把它开永吉路哈永吉那个永吉的哈每个月都要吊打大概千倍花吊打败痛风中耳炎你们知道中耳炎是什么内耳不平衡你刚刚管你还呢别说别说我们会出来跟他们跑就是到有那个东西他们那个谢医师都认识我了在那里到处跑就是说常常在掉点滴了结果我跟他老师二十年我为什么在这做义工我要付出啊老师的精神哈、哦、我们就要传承下去哈、哦、在救人我想老师你的干就被我爸爷啊你大家都出去都啊不能做啊为啥一个老师说没关系我们五百个有一百个人去救哦大将来讲哦他的功德就有了哦啊我想说嘿那不行理论很好所以我跟着他二十年哦我感觉本身重哦嘴歪呢我就是往这个我说我工作能力在调解会怎么行呢结果呢去台湾哦那不得了台湾一共你想进来几个位啦？啊，刚好那个我们那个大战的时候是师兄夫人，大家娘六个人啊做沙缸连锁啊做沙缸，在些安县那时候，我弟弟就出院了。啊，以前我说你那个什么功啊？我长生血，一个长这长生血，其实哦，我二十年哦，我都一刷电话就换了，我白敢救了，敢救到人又把这掉线了啥？我们这是付出的。有的是不要讲是别人的团体啦，有的团体是说收钱的哦，让外公市场上哦，你们大家也听到有人在收钱的哈、哦，我们这个老师是绝对不能收钱啊，所以那顾问哦，老师是简直够，我就够我讨半辈子卖惨了哈、哦。每个站哦，我都有派人在去，你多一把山，而且多一把球，他说他妈妈。啊，发烧还是什么的，我你去走。如果他给你135，你去走。如果去走的时候，他给你收100块，你给我捡钱去。我们一个站哦，站长都是十年以上，哦，资格的，不会都是，奉承这个老师的哦精神哦在做。啊，所以你们六天的前程，哦，六天的晚上的时候，四天是晚上嘛，啊，礼拜天是中午嘛，哈、哦。你们要好好学，老师的讲的每一个哈，就、哦、我明天就把那个期刊哈，改成教书的那个书本哦给你。第一天是没有，第二天的时候，我明天就发那个书本给你。他的讲解的话，你们比较清清楚楚，哦，而且好好的学哈、哦。真的是我见证我东方啦、中老年啦，他基本上弄后期啊。我在84岁哦，我从宜兰都是开车的。调解会明天要调解会啊，调解好啊，我就跑来。哦，我就在安下困啊，整天在那困，5点钟就起来，我5个小时。啊，就想了、啊，他这天救了我了，我真的要感谢哎林老师和那个魏老师哈、哦。啊，你们要好好的学习，一定有用，好、哦，相信我啊、哦，好吧？啊，谢谢各位哈。好，我们谢谢两位。